光普照啊！呢場馬就要暫時大熱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嘅馬咧有德勝門咧，中間灰馬就同落日啦，響出邊咧仲有地大大，第四位咧就係春花秋月啦，內欄第五多紅利快閘啊，再入邊嘅第六位咧咁啊仲有大面菇順意寶啦，粉紅衫第七位咧咁啊仲有有型起啊，後啲嘅馬傳奇黑色衫嘅拍住喺出邊加州多寶啊，尾二位置星運判官過埋嗰只咧就博愛有威噶，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就德勝門貼欄帶啦，地大大拍住佢啦，同落日第三內欄第四多紅利第五位咧仲有春花秋月啊，第六位粉紅衫咧走內欄嗰只咧就有型起啊，再入邊有順意寶尾四粉紅眼罩黑衫傳奇啊，掟到最出加州多寶啊，咁啊後邊兩隻星雲判官包尾咧就係呢只咧博愛有威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咧有呢只地大大，咁啊同落日追緊佢，有型起係咁想撞出嚟咧，咁啊春花秋月一路頂佢，咁啊再見到內欄嗰邊多紅利亦都上緊，兜到嚟最後百零米同落日透出啦，內欄追有多紅利外邊上仲有一隻有型起。再後面就春花秋月，最後五十米同落日仲係佔先，有型起逐步上緊嚟，有型起追呢只同落日兩匹馬相當接近跑第三名嘅馬咧，有埋邊多紅利同埋呢只咧就春花秋月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同落日頂唔頂到咧？咁啊，九號嗰只有型起其實入直路賽已經撞噶啦，要穩位啊！兩匹馬相當接近嘅，第三名都要影啊！埋邊多紅利。出面啊，明顯細只好多嗰只馬，春花秋月啊，要影相爭第三，入上入落，好似開邊條頸長啲喎，個鼻啊，有型起啊，同落日